所有的房地产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当然就是位置了。对于奥兰多地区的迪士尼度假屋来说呢，和迪士尼的距离当然也就至关重要。那么我个人的标杆就是说，这个度假屋应该在迪士尼开车范围不用上高速15分钟就可以到的这个距离之内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要看一下小区周围的商业配套，包括买菜的超市、加油站以及餐饮的选择，当然是越多越好了。那么第三点呢，就是要选择一个合适的小区，它的社区配套要足够高端才可以，这样不管是游客也好，业主也好，都可以在迪士尼之外还有一个休憩休闲的地方。那么当然，一个成功的度假屋除了选好位置之外，还需要一个靠谱的出租管理公司和一个合适的家装内置。如果大家对这两个话题感兴趣的话，记得给我点个赞。如果有足够多的朋友感兴趣，那我们下次就开贴详细跟大家聊。